是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公主，日子一天又一天的重复。我知道你大概还是同样在经历一些痛苦，但是没人能够送脱你尝试融入这奇怪的世界，让你别化大浓妆。危险藏在学校、职场还有暗箱，那些不敢想的新闻正在消灭你的胆量。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完美反抗？难以启齿的故事怎么往后翻翻？贪婪丑陋皮肤随时虎视眈眈，太多的审视挑剔，你开始容貌焦虑，开始觉得自己优点都一般般。大红灯笼挂着高墙，要求我们交接，玫瑰盛开的耀眼不允许凋谢，在光与暗的交界，我们需要尊重平等安全，正义别被浇灭。如果受的伤害就是怪你裙子穿太短，去聚会要记住了别回家太晚，你心里有声音在呐喊，难道我们的价值只有相夫教子或厨房里的菜板？ Girls help girls， 一个两个三个不够，此刻我算你一个，去勇敢的做自己，一百一千一万，此刻算你们一个，去你们的条件。